大家早晨，欢迎收睇星期二朝早嘅天气报告，我系沈志泰。今日稍后嘅时候咧就会起东风。嗱，我哋先睇睇今朝各区嘅气温，咁大部分咧都喺22至23度左右。咁而家咧，我哋本地咧就吹住一啲东北风啦。咁晏啲嘅时间咧就会转出一啲清劲嘅东风噶啦。至於遷徙嗰方面，我們可以見到大範圍的衛星雲圖，華南沿岸地區都有些雲層，不過這些雲層都不算太過厚實，所以日間都可以見到一些陽光。接著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，我們預測就會是大致多雲，初時就會有一兩陣雨，和局部地區能見到就會比較低，而日間就會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最高的氣溫大概就是27度。風向方面就會吹和緩的東北風，稍後就會轉吹清勁的東風。展望方面，我們預測跟著那幾天東風都會比較大，我們預料風勢就會頗大，同埋有一兩陣雨。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，下次見。